38。信正乃万法成功之基，是人生成之道。具信方能实之于业，具信之行终得其成，其成之就生机于内也。在社会上所有做一切事情，要成就一切业绩，都必须首先要具备信心、信念、信仰，这是最基础的条件。具备此条件以后，才能去实施。所以，具信是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。同时，具信要信正。如果信心不正，听信旁言，最后也得失败。信正就是要断离准确，确定自己崇信的是否属于真理，并且鉴于这种道理而具备信心去争取获得。那么正如哲言中所云，具信方能实之于业，付诸于具体行动去争取事业的成功。具信的行为按照选定的目标前进，遇到任何困难也不退步，最后终能取得信正之中的目的。所以一切事业的成就都是在于要具信心，如果没有信心，就根本谈不上要去做事业。因此具信是基础，所以其成就才会生机于信正之内。